尊敬的战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2日。今天呢，我有幸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个战友啊，就是白夜战友，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昨天半农先生和文贵先生的直播。现在呢，我跟白夜战友呢连线一下。白夜你好。你好，卡利西。哎，你好。战友们好，我第一次上你的节目，非常荣幸。非常感谢哈，所有的战友们呢，在这里虽然不知道您的名字，但是呢，在其他的推特上啊，或者是其他媒体，都对你是有所了解的。今天呢，我们既然是战友呢，我们还是围绕着爆料革命来谈一下最近的这些近况。您认为昨天班农先生风尘仆仆的从华盛顿赶到纽约跟文贵先生直播，预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您请。我觉得吧，其实昨天那个第一个是，我觉得风尘仆仆的赶到就是直播间，是因为也很久，就是因为他自从他自己建立了自己的叫作战室，他是为了专门为川普反对川普的弹劾而做的一个就直播间，类似于就是咱们喜马拉雅的那个直播间。对，所以呢他一般就是他每周好像都在那里在做节目，所以他也虽然说是他身在朝野吧，但一直在为捍卫那个川普在一直奋战着。我觉得这样的感情，这样的就是战友啊，他也跟川普是真的是非常铁的战友，我也是深受感动了。然后呢，昨天呢他赶过来，可能是因为很久已经没有跟咱们喜马拉雅这个直播间没有连线了。因为毕竟我们这方面也是他的战友，他也是非常在意的。我们知道，可以说在西方社会里边，班农史先生是我们最就是付出最多，然后最坚定的战友。对，你看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从就是我们就文贵先生就不说了，是文贵先生一再的给西方社会让他们区分开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区别，然后就由川普先生从华盛顿去游说华盛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一直到世界各地，他每一次可以说每一次接受采访呀，每一次演讲，他都会再三强调我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我认为中国人民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劳最友好的人民，他跟我们一样爱好和平。所以每一次听到他这样的话，我都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个哈，就是说可以说是在为什么在我们就是很多就是在中国的这些人是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为什么在那个西方人眼里他们还是始终没有分开，因为中共的这个宣传，他总是把中国人可以说14亿人中国人就是他的挡箭牌一样的，有什么事情你只要就像斯巴林将军说的非常好，你只要你说你反对中共，他就去给你偷换概念，他就说你反对中国人，他就把14亿人中国人顶到前面，就是说他中国人民就成了他欺压的时候就任他欺压，然后他让去挡牌就是挡子弹的时候，他就把人民推到前面，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搞。对，那么西方是一个注重人权的国家。他不可能，中国14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他们也不愿意跟1/5人口的人民去做对立，所以，这个概念的划分哈，一直就是从你看从 Sparding 到那个 Lubio， 对不对？对。然后到那个 Sparding 将军，然后到最后不到蓬佩奥哈。就是还有就是加上还有彭斯副总理啊，就是副总统这些，这一段一直直到国务卿开始，就是在各个场合清楚的对中国人和CCP 做一个脱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哈就已经成在那个美国的政界形成一个共识了。对，今天这个共识是非常
是的，是的，说，这个昨天呢，有个非常就是有一个让大家非常感人的一个场面，就是在文贵先生和班农先生直播的时候呢，当时放出来一组照片，这个照片呢就是前一阵子被自杀的陈延林的母亲的这个照片，就是死亡的照片，当时呢我看到这个。班农先生呢就是非常的凝重甚至呢就是眼眶有一些湿润，不论是谁看到这样的镜头呢也是非常的痛心，所以昨天在直播内容之中呢，大家对班农先生的提问呢也是涉及到香港，也是涉及到香港的人民的抗争，而且呢就是对于班农先生在华盛顿做的努力，对于香港人民的这种就是争取香港这个法案的这个通过呢也做了巨大的努力，所以无疑呢是川普是所有的海外人士里面呢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一个非常对于中国14亿人民息息相关的一个重量级的一个战友，但是呢这个共产党呢一直就是用这种邪恶，用这种奴役来绑架14亿中国人，然后呢就是将他们的邪恶政权，将他们的中共的政权，然后跟中国人一起绑架在一起，但是呢班农先生付出巨大努力，您认为班农先生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触动呢？看到这个照片您请。班农先生首先来说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对不对？对，他是非常悲悯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就是不仅仅是只要但凡就是有点良知的人，我每天可以说在推特上，我最近我都觉得我得抑郁症了，每天看到推特上的这些暴力的场面啊，哎呀你就是感觉到我就心情特别沉重，但是呢又除了就是去点赞，不疯狂的点赞，然后不是点赞，疯狂的去传播，对转发的话哈，好像是帮不了做不了任何事情，你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人类发展到今天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能够容许这样的暴力，这样赤裸裸的反人类的罪行在我们眼前上演。就是说那班农先生呢昨天确实整个可以说整个直播，无论是文贵先生也好，无论是两位就是江财生和那个钢铁侠也好，所有的提问都是紧紧的围绕着香港的，确实是香港香港香港，现在香港可以说现在话题是全世界唯一的话题，就是说你但凡你关注人类命运，你但凡关注还关注你所保有的就是西方社会也好，你所保有的民主自由的话，你就必须得关注香港。今天的香港就是刚刚我在听那个谁录的他们的这个节目，就是跟那个尹队长做的这个节目哈，他们就是尹队长判断，大家都判断今天晚上他们就是在一直在攻占那个中大嘛，对，香港中文大学嘛，对，是香港中文大学，因为为什么他们要就是白天没有攻进去，晚上他们还要继续去攻，是因为香港据说香港中文大学里边有他们的网络系统，就是说他们要把这个要断网，那么断网如果共产党要一断网，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因为你想我们现在为什么香港这个事情能够到现在还就是说大家能够这么关心，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就是因为它还有一定的新闻自由，那如果断网的话真的他们就是像对待当年新疆当对待当年西藏一样的手法，对，所以啊我想真的是就昨天我想班农先生急急赶过来确实就是还是因为香港的这个情况比较危急，这似乎也是一种心灵感应，为什么他昨天非得要就是开车那么远过来哈，然后做这样的一个节目，但到今天来说局势应该说又更加恶化了，我们看到昨天直接开枪多个地方开枪不是一个地方，对，对不对？对，然后今天对今天这些恶警直接对一个孕妇动手，是，然后直接到现在又开始准备就是完全戒严状态，而且是在不断的攻陷这个那个香港中文大学，还有就是有不断有
就是网传的消息，因为我们现在我有时候我在说我们的现在我们也只能很多消息你就自就且存疑，但是你也得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对不对？也得要相信他们。就据传说今天大部队会进去，香港会就是面临着最黑暗的时刻。对，维谷先生也说过嘛，就是香港在十一月可能面临非常非常惨重的、非常惨烈的这种情况，因为文贵先生他对中共的这种丑恶的嘴脸呢是非常了知的，所以香港呢，香港人民所面临的这个就是黎明前的曙光呢，可能是非常非常惨烈的时候，所以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恶警呢是肆无忌惮地去开枪，我相信呢很多的战友呢也可能去联想到恶警的开枪跟之前有区别，是不是林郑月娥从去了北京然后去了上海，然后跟中共有了一定的默契才产生的这种情况呢？你是怎么认为的？我认为是这是100%的，就是那个班农喜欢说的，对吧？100%，真的，绝对是这样。他们的这个行动，可以说香港的每一步行动，哈，他们的是绝对有上面受益的。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今天看没有看，今天一个推，就是，港警像就是接受韩国一个媒体采访，你去看了没有？没有。他就是这个爆出内幕，就是说他承认，就这个港警参与行动，这个港警承认至少有两起强奸案。是上面的这个受益，知道吗？对，就是中央让他们干这么干的，就让你们干这种恶性事件，就让你们去用这种恐怖事件去震慑住香港人。对，所以开枪也好，强奸也好，轮奸也好，如果一个纪律严明的一个部队是不敢这么做的，可以说是没有上面的允许、默许或者是明许啊。对，他们是不敢这么做的，不敢这么嚣张的。对，所以他们所有的这种行为，绝对要记到这个 CCP 的头上。对，是的，就是刚才你有说过，就是这个尹队长呢，对于体制内的这些情况呢，这些公安的内幕呢，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呢，他也提到，就是港警呢，一直以来是他所崇拜的对象，就是说作为警察来说，所以呢，就是港警因为在英国殖民地这个受这种自由民主的这种熏陶呢，对于人性，对于这个执法的这个严密性和纪律性呢，是非常非常高素质的。所以从目前香港来看的这种情形呢，是。无庸置疑嘛，就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香港警察，而是中共派去的解放军。这在之前文贵先生在直播里面也数次提到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呢，香港人民的抗争呢，是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这个支持，也预示着呢，就是香港的抗争呢，受到全世界关注，预示着自由呢是有代价的。只有自己去争取，只有自己去抗争，才能获得自由。否则的话，上天不会施舍你，自动施舍让中国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指望美国去当炮灰，然后呢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这些都不现实。就像香港人民一样，去抗争，去争取，虽然这种代价是惨烈的，虽然我们看到了很多不愿看到的景象，但是香港人民的这种意志和他们的这种对。自由的向往是值得赞叹的，值得我们大家钦佩的，你对啊，香港人觉得配得上就是这个时代最高的赞誉。你看，就是多个那个美国政要在演讲中一再的给他们最高的最高的评价，比方说他们就是说那个是谁说的我都忘了啊，就是他们就像当年的国父那样的，就给他们的都是就是最高的赞誉。因为确实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和平年代，在人类的文明已经推进到21世纪的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而香港人，你看持续了4个月吧。接近五个月了，六月九号，五个多月呀，
他们就这样，我当时其实我对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我总想着这样持久下去的话都有疲劳，是都会疲劳的，对，但是真的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香港人真然可以这样不屈不挠的一直抗争到现在，哎呀，付出的代价那么惨烈的代价没有让他们退缩，我觉得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可以形容，那就是包括诺贝尔和平奖都不就是即使讲给他们都不够分量来形容他们的这种顽强。香港人他们用鲜血用自己的生命来对自由抗争，就是香港人最主要的他们的意志呢，就是没有自由勿宁死，就是宁愿赴死，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前仆后继的人。其实香港人是对抗中共呢，是在为所有的14亿人这种被奴役的被冷漠的这种指望别人去给去抗争去流血牺牲然后得到自由的这些人呢，是在为14亿人付出巨大的牺牲。所以现在我们不但我们虽然非常渺小哈，我们虽然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呢我们能做的既不能去去香港去到达香港去现场去帮助香港人，我们只有在网络上呼吁呐喊，让更多的香港的真相呢传播到更多的人，更多的海外的以及华人的这个社会，让更多的人觉醒，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去支持香港的这种行为。但是呢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大外宣，甚至小粉红甚至海外的留学生，然后呢去混淆视听去把他们称之为港独，称之为这种就是暴徒，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这个我不知道你那边是怎么看的我那个什么就是我翻译过一篇文章，就叫就是那个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研究所对于这个港独就是从就是这样一个词，他们是做了一个调查研究的，就发现港独这个意思是中国发起的，而且是最开始是从人民日报和环球日报发出的，就是他们制造出来，然后有一批专业的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人工机器人也好，也是或者他们是真正机器人还是人工机器人也好，他们就是有几波潮就推送，刚才实际上在那个香港的就是五大诉求里边，还有就是所有的他们就是每一次的这个诉求里边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港独呀，这些都是中共他们自己就是一种舆论，就是舆论导向，所以的话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说就这还只是一个称呼而已，实际上这香港人民从什么时候要求过独立根本都没有，这就根本就是说那些小粉红们反正你也不管他了，他们的这些人呢也都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出卖良知的这种在网络上，我根本也就我看到直接拉黑，但我们其实我们作为能够翻墙的，我一再说能够翻墙能够上推的，大家尽量去多转英文推，就是说是跟特别是一些美国这个参议员呀众员啊，他们的这些推文，他们的推文，因为他们可以借助于他们的声音替我们来呐喊。对，是的。然后你比方说我记得我那前几天我那个啥我提出过，当然我觉得就是这个我也是一个星期之前吧，我在推上发了一个推，我就说是为什么就是麦康纳尔在他不是他是主持接下来参议员的投票嘛，但那为什么到现在还迟迟不推不那什么，当然我们也不能够乱揣测哈，因为赵小兰在日本的这个和王岐山的耳语这个已经是有点备受质疑了，可能回去接受调查了，那么有没有影响到麦康纳尔做出这个，就是因为时间表是由他安排的，有没有对他造成影响呢？我并不是说是我要去介入这个两党政治，我只是作为一个我们是每天为香港的这个局势担忧的一个同胞来做出一个战友来做出这样的质疑然后我从昨天开始我发现就是有几个就是美国的这个议员就直接指名道姓的问麦康纳为什么这个事情拖延至今，
不迟迟不通过，而且直接有人呼吁这个星期就要开始通过这个法案。我希望能够真的能够尽快一点，因为香港人可以说他们是每天是按天来算日子的，每一天每一天都会有，都不知道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是的，真的拖不起啊。嗯，你看文贵先生在数次直播里面也有说过哈，就是共产党呢费尽了财力费尽了人力去对美国进行蓝金黄啊，甚至对其他的国家都去蓝金黄，他们没有停止过，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蓝金黄。所以呢就是川普总统以及拜登先生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努力以及对香港问题的这个努力呢，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呢相信川普相信这个拜登先生的这个努力呢，也会让香港人得到一些最直接的救助。在昨天的直播里面呢我们也都看到。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战友里号称我们战友穿着郭战装支持这个郭先生的人，甚至去指责班农先生，去指责班农先生的这种行为，这是很难容忍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对啊，就昨天那个啥，昨天直播之后，我真的我觉得，我不是就是也是咱们的群里头发出来那个，我知道就是。郭先生特别生气哦，就说咱们为什么中国人，就是说人家不愿意跟中国人打交道，就你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就是说你那人家有人帮你了，然后你恨不得人家把你送到，就是把你是直接送什么送佛送到西，就是一步送到位，就是说，而且如果在这中间就是做的不符合你一点点，做的就是说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哎，你就开始各种责难，然后甚至各种谩骂。在我看来，这种根本就不是战友，他不是战友。真正的战友，他会无条件的支持我们的爆料革命对于班农先生这么大的慈悲，对中国人民的这种就是爱哈，然后呢，为中国人民付出了这么巨大的去努力和精力。说起来，班农先生也有60多岁了，既然是这样的话，他还去奔波去为中国人民去呐喊，而且在华盛顿真正切实的去为中国人去做一些事情，还得到这种责难我只能说这不是战友，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部署，什么叫就是去理解别人，去怎么样去协助我们的真正的海外的战友班农先生以及郭文贵先生。所以这种战友呢不叫战友，他可能就属于这种潜伏的坏人，这是我的认为哈。是的，对啊，也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确实，我们特别是现在没有，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特别是这些有影响力的这些人，对不对？然后这些西方的这些人，能够跟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然后能够替我们去游说，向世界游说，向白宫游说，向那个什么欧洲各国去游说，帮我们替我们去说话。你们怎么可以就是说动不动就去树敌呢？还有在有一些群里边有一些就是如果川普就觉得好像说川普什么川建国呀之类的这种称呼都出来了，知道吗？然后就是说是川普跟勾兑，哎呀，我觉得好像。中国人太聪明了，知道吗？就是说，哎呀，就是这个，好像这些人都没他聪明，都没他有那个什么，都没有他有远见，都没有他们勇敢，都没有他们有行动力、执行力。但是实际上，他们所有的就坐在那个地方，就是给人挑毛病的。就像当时文贵先生出来，豁上全部的身家性命去出来，然后每天如何去部署，把什么什么战场转移到海外，然后怎么样去还要去花钱到去游说的进行去演讲，这些都不行，都在他们来说都不行，知道吗？只有天下就他们厉害，
只要你他们坐的那个地方，只需要看到你哪个动作，那个这姿势不符合他的要求，对，这句话没有说好，说的不好听，他就可以抓住一点就可以进行大肆的攻击，就是这样的人，中国太多这样的人。其实我一般来说不喜欢去说中国人，我一再说，我认为文贵先生，你看他做了那么大的事情，他几乎没有指责过，没有指责过我们的同胞，因为他知道十四亿人也是被受害的，就被压迫的这个群体，对不对？对，他们。他根本都从来没有指责说啊，你们十四亿人等着是什么什么跟猪养这样的话从来没有说过，所以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有，也没有去资格去指责任何人。我一再说，我们自己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不要去指责别人。但是有的人确实太不像话了，就是说一点点不满哈，他们就可以去。我说川普，就拿川普来回到川普的这个话题来说，川普他是傻瓜吗？人家是生意做了这么多，人家活了70多岁，人家能够当选美国总统，面临那么多美国总统面临那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能够岿然不动，就是说现在被弹劾吧，我认为他看之前也对他也这些都是迫害，他都能够应对，都没有这些人能干，知道吗？都没有他们厉害，这些都是我中国个个都是。当那个啥美国总统的料，可是呢就可惜就没有人发现他们，我就说就是这样的，知道吗？他们都比人家都能干。你要知道川普他是面临的是一个全盘，就像文贵先生一样，他可以说面临的是每个可以说来自方方面面的这种压力。他前面可能他要在上面，他要去跟美国的高层要去那个啥，然后他要去面对这些背后还捅他刀子的七名贼，对不对？还有这些人的缠诉，还有中共的迫害，还有他的人身安全，然后他还要不断的跟战友们互动，就是说他们的事情，他们的世界简直就是说是恨不得伸出三头六臂。对，那么而且人家的这些部署你懂吗？我就说你懂吗？那川普前两天在那个世界自由日发表的那个演讲，去好好看一下他的基本态度是坚决要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是为人类带来灾难的，这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吧？难道他不懂吗？你们听得懂就是话外之音吗？啊，我跟习近平是那个是总，我跟好朋友啊，我对这次的谈判是非常乐观的。这都是官话，这都是外交，外交的手段而已。对，这是外交辞令，他们完全不懂。你们以为希望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像他们一样的，我不高兴我骂大街，我骂起来很爽。是的，其实川普总统他在最早的时候胜出的时候以微微优胜的票数当选，一直到半年以后呢，他达到了60%到70%的支持率，这充分说明了川普总统他在执政期间呢做了对美国是相当有利，而且做了很多很多利于美国的事情。但是呢这是，喂，你在听吗？我在听。其实川普总统呢，他对于美国的政治呢，我们不做过多的干预和评判。但是呢，单单从这个川普总统对于中共的这个共产党的这种反共反对共产党、反对这个邪恶政权的这一点呢，这就是我们的战友。包括这个不是，我觉得他这些人他们忘记了，真的就是说他们忘记了。在你看那时候奥巴马的时候啊，一片欢呼，那些跟那个就是跟中共勾兑了那么多年的这个美国政府，把中共一直养大养肥养成一个巨无霸这么邪恶的一个政权的，他们不去骂，是川普开始反共了，公开反共了，你们开始骂了。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战友。对，就是昨天我说的，我说其实这是一个是人的这个人性中的贪婪和自私，就是说，你看你发现没有？其实人呐、都是欺软怕硬的。如果你觉得你知道这个人你惹得起，这个人你那个什么，你就会去惹他。
你就会去，你就会，你会去四五去，就说是你的顾虑会小一点，你会想去骂他。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最亲的人也是这样，因为你知道，你跟他吵了，你跟他骂了，他不会走，你不会去失去。你对朋友可能要好一点，因为朋友可能会失去。你知道，你特别是你自己最亲的人，你觉得你收拾他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班农他们知道班农跟我们关系非常铁，跟文文关系非常铁，他是我们真正的战友，他会跟我们一直站在一起，所以他们想骂就骂，想指责就指责。其实说白了就是人性中的自私，人性中的对人性中的恶，知道吗？人性中的恶，嗯，还有一个就是巨婴症啊，我把你这个人认定了，我觉得你这个人是可依靠的，那么我就把你靠死了，对不对？我就想你做你本身，人家这是人家按中国的古话就说，人家帮着是人情，不帮是本分。对，我们应该感恩，除了感恩还只有感恩。可是呢，现在就是培养的中共，就是这个就是中共政权培养的这种巨婴症，就是说我什么事情我都希望我做的这个地方你把事情全都给我需要的东西你全都给我弄好，而且还要按照我的节奏来做，你给我慢了我还要骂你。其实说白了吧，天下有这样道理吗？说白了就是啊，欺软怕硬，就像你说欺软怕硬，就是说你骂川普总统啊，甚至是指责班农先生没有风险，你去骂王岐山，你骂盗国贼，你骂孟建柱、孙立军啊，甚至吴征，你可能会产生危险，这可能就是他人性中的这种阴暗嘛，这是我的认为。是的呀，是啊，其实人性中是有阴暗面的，每个人都有，但是有的人会，我们会去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去抑制这种恶。但是我就希望，我也希望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你这个阴暗心理，经我们的这个就是提醒啊，你去好好反思一下，我们这样做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哎动不动我们这么好的战友一个个都推到对立面，然后让那个啥？你看那个时候，文贵先生也说了好几次说，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要去到那个川普那个推特底下去骂人家。嗯，对。哦，现在昨天又是开始对班农又开火了，凡是帮我们的，凡是对我们有利的，你们都要把他制造成敌人，你们到底要干嘛呢？是是是。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理论呢，就是说，你无论如何对爆料革命有益，对于反共有益，世界反共大联盟的所有的人呢，我们都是战友啊。我们不去穿着战装，然后去做伤害爆料革命的事情，伤害这个对于反共大业的这个有伤害、有这个不利的事情，所以这才是我们的助力。否则的话，你要么你就是坏人，要么你就是猪队友嘛，对吧？就是的，没错。还有就是呢，还有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在咱们爆料革命。可以说发展到今天哦，确实已经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大大事件了。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跟那个文贵先生也走了一路也走了两年多了，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们也应该有所提升，我们格局大一点，不要就是说是动不动就是说你的情绪发泄，你的情绪重要吗？是的，你的情绪很重要吗？难道任何人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你的情绪吗？你一个不开心，你就不计后果的，你就去发泄你的情绪。我希望大家克制一点，理智一点。真的，所以文贵先生不是一直在说吗？就是爆料革命之中呢，你不要贪名利啊，你一定要做到无我。其实，文贵一再提到这个事情是苦口婆心的，是非常用意非常深的，就是说我们大家放弃自己的小我，放弃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些恩怨，个人的这种所谓的出名，所谓的得到小利益，我们一起去灭共，一起去让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法治。只有实现真正的法治了，香港事件、香港的残害人事件、中国一系列的被老百姓被残害的事件以及杨改来事件才会彻底消失，才会彻底的让我们中国人走向一个和谐正常的一个社会。我是的，所以我们现在眼前的事情是的
我们今天呢，就是关于昨天班农先生对于跟这个文贵先生对于美国做的在美国华盛顿议会做的努力，以及呢发生的一些指责班农先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就是就最近的这些热点问题呢我们做了一些探讨，但是呢最终的我们还是要回归于去传播香港真相，让香港的真相呢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加入到支持香港人的这种队伍里来。我今天呢就跟您说到这里，您还有需要补充的吗？好了，没事，我觉得也就这些了，没有什么补充。好的，就是还是就是说，我觉得其实还有就是，你看他们那个信，像那个推特上，每天几乎都有这个就是香港文宣呐、不断加进来，新人不断加进来，你就可以就是可以看到舆论，其实他们就是已经发现，在推特上舆论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那天我说我一个星期之前我发推，我质疑那个麦康纳尔，对不对？然后到昨天，多个议员就是用那个英文推去质疑，去给那个麦康纳尔就施压，这是有效的，真的是有效，传播也是有效的。尽管我们不能够身临其境，我们不能够跟他们并肩作战，不能够跟他们感同身受，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多传播。 OK， 对的。今天呢我们的战友白夜呢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精彩的这些观点，我希望呢我们的战友们呢去推特上去关注我们的白夜战友当然看我们节目的如果没有关注的去关注白色的白黑夜的夜让大家呢都去尽量的去战友们沟通去传播真相谢谢白夜先谢谢白夜女士，好，再见。对不起，谢谢，好，再见，再见。